接着任务又暂时交给了豪进，是看起来豪进是比较稳定的。嗯，右半边的飞球程进接杀了邱晨，一出局放了刘基宏，今天二之一打第一球游击方向，林正飞移动过来之后形成了两出局。嗯，是四月四号打统一的江承彦，这球投手挡了一下之后捡起来再传。哦，他南摩一样运气不是很好。哦，这个 是来得及。不是，这个是他后面接球，你知道吗？他手套是摆过去而已。哦，往后一伸，结果还是硬是把球挡下来。啊，所以在七局下半，龙队形成了一个三上三下。第一个球挥得相当猛，但是挥棒落空。场边镜头照到了陈冠宇还有陈宇勋。陈冠宇，哎，抱歉，应该是陈宇勋啊，今天手肘有点不舒服，所以已经被放到二军的名单，累积跑垒者才是首要的目标。没错。哇，这球擦棒被捕，林志胜遭到了三振。对，还是一个比较外侧的一个滑球。应该就不会了。对，现在是明定啊，禁止恶意的冲撞。这个球打到中右外方向，打得并不理想，最终是让给了右外手来接杀，两出局。只是去年不是太出色，对，没有表现出来。回棒落空，刚好一块捕手手套摆在外侧，回棒落空。朱俊祥三振掉了打击的李凯威，也结束了八局下半龙队的攻势，没有能够再添分数，目前还是六分落后。